国史燕巢交流道下方的道路在豪大雨下已经淹水，这辆自小客勇往直前的开过滚滚大水，让人看得胆战心惊。后方的另一辆车看到这个场景，连忙后退找另一条路来走。警方虽然在这里拉起了封锁线，但是有急事的驾驶还是会冒险尝试开过。而燕巢的海城社区也是水淹到小腿肚，住家也跟着进水，住户忙着舀水，小朋友看到水好高兴，天真的在玩水。家里都有水耶，跑进去耶，第一次遇到对不对？啊，不会觉得很害怕、啊？很开心。几点多了？啊，一下子就跑进来了。哦，啊，处理的拢饮水呀，吼。来对，拢饮水。啊，你安那，哈丁安那做？我就去找放花龙台啊。好，好饮吗？有啊，过来抽啊，要用水果来抽啊。系啊，你话好唔好？啊，敢袂浮？啊，该浮嘞，该浮嘞，怎么水啊？有住户自备抽水机来抽水，不过抽出去的水远不及灌进来的水，整个屋内还都是水，按摩椅也泡在水中。再往山区走，美浓的清新街这里水淹到看不出路，还是田野，自小客冒险想开过，结果成了泡水车，驾驶只能弃车离开。美浓区公所前的道路也是水流滚滚，往来的车辆开得好小心。至于桃园区的民霸克鲁桥，这里因为山区豪大雨滚滚泥流冲刷而下，水势相当湍急又危险，所以便桥暂时封闭无法通行。东森新闻在高雄综合报道。